老太太府邸改为堂门。小子，你从何而来啊？宗门不是早已封闭了吗？太坦前辈，您还是那么健壮。啊，昊天锤！长话短说吧，我的蓝银草因为二次觉醒，导致我的相貌发生了变化。泰坦前辈，泰诺前辈，泰隆，好久不见。少主，上次听泰隆说，您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决赛后被主人带走了。主人他呢？他还好吗？父亲他已经决定退隐了。什么？退隐？这主人还正当壮年，为何要退隐呢？我听泰隆这小子说，主人在教皇殿前大展神威。哎，可惜我没能看到。难道是武魂殿逼迫主人退隐的？还是说宗门？都不是，是父亲自己决定的。主人啊，主人，您这是何苦啊？这么多年老奴一直在等您回来，可您却……前辈，您别难过了，他现在守在母亲身旁，对于父亲来说或许这是一种解脱。这次我来找您是有事想和您商量。少主有事请讲，只要老奴做得到的，绝不推辞。我准备成立一个宗门，名叫堂门，我希望得到您和荔枝一族的支持。但既然昊天宗的长老们已经允许您回归，您为什么还要建立自己的宗门呢？我打算重新奠定宗门的根基，以堂门之名，在这十年中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势力。原来如此，少主果然高瞻远瞩，老奴这边没问题。太坦前辈，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堂门的首席长老，首先要给我们堂门选址。那还选什么呀，就选在我这个府邸好了，你愿意怎么改造这儿我都全力支持。